跑不了，不让跑。跳了都没好使，不让跳。你三天前就看我打这个，我是打了三天。你三天前打那个是一个，这个是打两个。你这么云，你就别搞我心态了。
这回有点远呢、啊。最后一把，you
靠平 A。大四十级，我也四十级。我只能靠平 A， 我都做一刀我都不打。就是给我砍的那种。冰冰二哥，来出个冲锋，来来来来，拿下！啊！一个灭之弗拉提。我们是冠军，给了一个大盾。英雄鲁恩，英雄鲁恩，能获得巨量的鲁恩多少？我说实话，你俩配得上这个鲁恩啊，你俩连女王都配不上这个鲁恩，你俩能配上？嗯，你俩。大树守卫乘以二，谢谢 VAC 的飞机。这不开瓶飞天庆祝一下，那来点飞机庆祝一下。不用开瓶飞天了，休息一下。今天我们就算拿下，吃点东西升个级。哎，我的妈呀！我操！我需要点专注值，没吃完，我这打这个没法吃。哎，加什么可以提高专注值啊？智力吗？集中力。加集中力吧，要不？谢谢长大爷的飞机，三十力呀，三十力也行。先看个盾，看看他拿的盾。需要三十点力呢。大树守卫的东西啊，是我的了，太沉了，拿不动。你又不拿重武器，拿那么多力量干嘛？我拿不了啊，我拿不了，他们力气都需要三十四十，所以我得加力然后才能拿呀。你这不是，你要不加，你不这辈子拿不了了吗？大树守卫。
你拿不动，然后呢你不加力，你不加力你就拿不动，那你说我不拿，因为我没有力，对吧？那我你还不让我加力，那我怎么拿？那我就没法拿了，形成死循环了。今天玩的太短了，这个大树守卫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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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够了，我够了，我再也不打，不想打这大树守卫了。一个还行，他妈一整整俩，真是噩梦啊！